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19度，最高温有27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义春日低温18度，最高温是26度，也是两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6度，最高温有26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纳马夏茂林低温11度，最高温在24度，降雨几率也都在两成左右。嘉义阿里山10度到23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有三成降雨机会。热盖鱼池水里新义低温9度，最高温23度，2到4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中的和平区14度到23度，也是有三成的降雨机会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15度到22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新竹的关西间15峰，低温12度，最高温有22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5度到23度，降雨几率在三成左右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5度到24度，也是三成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、吉安22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秀林、冠荣15度到24度，降雨几率2到3成。寿丰、丰滨19度到25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20度到24度，也是两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低温只有9度，最高温23度。而在台东的东海岸地区，低温22度，最高温有25度。而在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，低温16度，最高温有24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，低温19度，最高温26度。而南回地区呢，低温17度，最高温也是来到26度。继续看到的是离岛的兰屿地区21到26度，两成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的是外岛地区17度到24度。